三家姐妹，不嫁也得嫁。你洪家可别太过分了，洪尘。嗯，你要是敢动我妹妹，我定会让你不得好死。 韩伯父，要是你出了什么意外，一会儿韩雪来了，我可不好交代呀。父亲，姐姐，我回来了。哼，这都是啊！雪儿。 受伤吧，韩月学姐，这缘分也太奇妙了吧！这两个老家伙，连个斗王都抓不住，真是丢人现眼。韩伯父，这亲我是结定了。若是你们韩家不识抬举的话，就休怪我们洪家动武了。 我可以给韩家一条路，只要你们韩家同辈中有人能打败我，我洪家十年内必不会再找你们麻烦。当然，若是败了，那韩月、韩许就都是我的人。韩家甚至整个天北城，同辈中人都难有与之匹敌者，这必是就是欺我韩家无人。可若是风雷北阁插手此番争端， 好，这场比武，我们韩家接下来。不过若是输了，我再与你，但我妹妹不行。依你，先许姐姐也行。妹妹，就等一下吧。姐，我绝不同意。参战者，必须是韩家人吗？啊，萧炎。韩月学姐，几年不见。 别来无恙。姐，你认识萧炎先生？这位是谁？啊，这是我在迦南学院的学弟，萧炎。哼，你们可以请外援，我洪尘可不惧这些。一言为定。哼，既然如此，那今日侯某便告辞了。三日之后，我们天师台上见。 哎呀，这里实在是太闷了，走。你怎么会来天北城？听说中州丹塔即将举办丹会，我来见识见识。啊，原来如此。萧炎和我一样是内院的学生。 他还是内院襁褓榜首。哦，据我所知，能成为迦南学院内院榜首，小兄弟真乃人中龙凤啊！这位是我父亲，也是韩家家主。韩伯父，过誉了。嗯，月儿，三日后你与红尘的比武，可有把握？以我的实力要战胜红尘，恐怕困难。但除此之外，没有别的办法了。 同辈之中能进入斗皇层次的，也是寥寥无几。就当做是报答韩雪的救命之恩，以及韩月学姐的同门情谊吧。要不，让我来吧。你，可你的伤势还未痊愈呢。放心吧，短时间内便能恢复。小子萧炎，愿代韩家出战。 这小子真有战胜红尘的实力，我看够呛。啊！龙转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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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空间之力。亚风，我怎么？这一幕确实未能亲眼见到。又何以用真实？天雷，太酷了！再来！开山印，给我破！修习的三千雷动似乎便是来自风雷阁的顶尖神法，中州果然有些意思。中州确实卧虎藏龙，即便是捕杀一头魔兽，也要弄清楚他背后的家族势力才行。当然寻常魔兽肯定不需要这般，我所指的是那些有了一定灵智的魔兽。什么时候才能到啊？我都快要饿死在半道上了。吃的药材都用完了，是得赶紧找个地方补充一下。嗯，天晴山脉，萧炎大哥，我们到了。这么多飞船，不愧是方圆千里第一城。可是他们为什么都停在这里不走呢？放肆！哪里来的家伙知道天涯城的规矩吗？抱歉，在下初到宝地，实在不知道有什么规矩。原来是个没见过世面的毛头小子，兔包子进城得好好调教调教。没看到其他人都在排队吗？只有斗皇以上的强者方有资格优先进入，你嘛，不想排队也行，除非……除非什么？斗皇！斗宗！误会了，误会了，在下意思是，现在空间门暂时关闭，我罗家正在维修中。还望几位见谅，见谅见谅。你们维修还需要几日时间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。不过在空间门修好之后，我定会第一时间告知。几位朋友可以先在城中暂时住几日。另外，我家老祖最近正在广邀斗宗强者，打算联手维修空间虫洞。事后定有极为丰富的回报，阁下若是有兴趣。我说你们还要唠唠叨叨到什么时候呀？我都饿了。我们还是先去城里补给些物资吧。来瞧一瞧，看一看啊。哎，这个怎么卖的？萧炎，
空间城洞暂时关闭，我们怎么办？先休息一夜，若明日还没消息的话，再去城中心看看。哎，快看快看！我来瞧啊！哎呀，都是好东西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小魔女又得了什么新坐骑啊？又要找到城里不得安宁了。来，给本小姐看看你的真本事。老狗不挡道，都给本小姐滚开！小魔王，谁又倒大霉了？这可是出了名的小魔女，谁遇见她谁倒霉。混蛋，你居然敢对本小姐出手！待你家长辈略作教训而已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教训我？在天涯城还敢这么嚣张，我爷爷定然不会放过你。若是识相，就现在立马给本小姐磕头认。你再敢骂一句，他不闪，我来。你敢打我？你这个贱人！这小魔女终于栽了跟头了。好样的，终于有人能让这女魔头吃瘪了。可不是嘛，仗着自己罗家大小姐的身份，不知道做了多少孽。罗家，萧炎大哥，这罗家便是空间虫洞的拥有者，罗家老祖实力约莫在五星斗宗。贱人，我替妖我爷爷将你的手指一根一根的剁下来。哼，行刑竟如此恶毒。几位如此行径，真不将我罗家放在眼中啊！爷爷，那是他家老祖，居然亲自来了！爷爷，他们欺负孙女，您可要替我做主啊！在天涯城对我罗家之人出手，胆子真不小啊！怪不得你们罗家会交出这种蛮不讲理的小辈，原来这做长辈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啊，斗宗强者！哼，一个小小的罗家交出来的孙女，竟然比我还刁蛮。斗皇，这么个小丫头。竟然也是斗皇，这些人到底什么来历？此女子的实力绝不在我之下，若是强行交手，怕是得不偿失。而且如今空间虫洞正在维修的紧急关头。好，几位，今日之事恐怕有些误会，你们先将小妖带回去。爷爷，不许走，一定会来的。带回去。是。爷爷，小姐。爷爷。走吧。这位姑娘，不知道能否暂留一下？如果老夫没有猜错，几位朋友此次到天涯城来，应该是为了空间虫洞吧？空间虫洞这次的问题不小，需要几位斗宗共同修复，所以想请这位姑娘出手相助。报酬呢？这支队伍的领头人竟然是这斗皇小子。啊，空间虫洞一旦修复完成，那几位便能顺利进入，想必就不虚此行了。哼。哎，几位，
要知道这方圆千里之地可再无第二个空间虫洞。哎，罢了罢了，若是这位小姐能够助我修复空间虫洞，老夫便赠予你们一枚七阶魔盒，怎样？不知是否有七阶天毒蝎龙兽的魔盒？天毒蝎龙兽乃是远古异兽，极为罕见。七阶天毒蝎龙兽魔盒着实没有。哦，不过我罗家倒是有一枚六阶的，不知是否可行？虽说并未达到我们的要求，不过这六阶魔盒倒是也能接受。有了这六阶魔盒，就相当于多了一条退路，再不济也能作为一种保留手段。请跟我来吧，有了这位小姐相助，想必今日之内也能将虫洞恢复。各位，这里便是控制空间虫洞的阵法平台。果然是大手笔。这两位是韩氏二老，在周遭千里都是响当当的人物，老夫专门邀请来帮忙修复空间虫洞的。哈，二老，这几位小友也是老夫请来的帮手。帮手？就这么几个年轻小辈？两个在道宗初期的人，说起话来如此狂妄。这是哪里来的小娃娃，如此不招待？去看看吧，若是能够修复的话，也免得耽误我们的时间。你，此女竟然也是斗宗强者。二位稍安勿躁，多一份力量，修复虫洞就越轻松。随我来吧。嗯。我等将空间之力注入法阵，中间切记不可松懈，否则修复不成不说，甚至还可能造成极大的灾难。哼，我二人自然没有问题，就是一些年轻人怕是要拖后腿。好了，三位还请助我。坚持片刻，法阵很快就完成了，切记不可松懈。再坚持下去，老子快吃不消了。大哥，再继续下去恐怕会伤及本源，罗成这点酬劳还犯不着让我们付出这么大代价。你我减小输出，保全自身。二位这是何意？罗千主，兄弟二人失散，你们可知这法阵失去平衡？
这次多亏了姑娘，这份人情我罗成记住了。萧炎小友，这是老夫所承诺的报酬。还请诸位收下这艘空间船，此船可在虫洞中平稳穿梭，船内还有不少药材，就全当谢礼送给你们吧。多谢罗老先生，那我等便出发了。那么，向着中州出发。